啥背景？对对对，刚离开。哦，恭喜。对，之前在，因为台大电还有一个基金会。那我知道台大那个，他们最近有在基金会，在台大，在是总部单位。对对对。等副会长出来就开始。等一下哦，他会延迟大概十秒，我等他一下。不然这样好了，我觉得应该要开这个给您对吗？那个直播就让他直播，这个才会跟得上老师讲话，我爱下一步，他就会跟着下。像那个，不要看直播的，对对，直播还是多了小画面，有你的照片的影片。对对对对对。那那个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玛丽 K 小姐。我们很高兴大家可以来收看房某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主办的叫黄蒙开讲，那我们会找我们的学委或者是友好的专业人士，来针对跟各式各样环保相关的议题做专业的一些的演讲的介绍。啊，今天第一场是请我们的学术委员何春松博士来为我们讲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一个实例。那春松博士是台大化工的博士，看到常年应该在业界算有20年以上了，对，对，就是有相当多的一个实际的业界的经验，也对于台湾的整个算是环境的政策的理念也有一定的了解。那我就不多说，现在就欢迎那个陈春凤博士开始今天演讲。好，谢谢大家。好，等一下我从少年院毕业之后到工研院的这所工作，工研院的这所工作大概4年半，那就换到现在这个家的铁路开发里面。好，到工研院当然就开始做这个有关于废弃物方面的。大概一路过来，快三十，多一月要毕业了，30年。OK， 那么今天趁这个机会哈，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的实例。那这几个 case 哈，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啊，所以我想细节的部分就比较容易。讲的比较可以讲的再细节一点，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互相来讨论。那这个第一个哈，我想讲的题目就是有关于这个案例是有关于这个集成灰的部分，炼钢集成灰。炼钢集成灰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它。在这个炼钢业的这个灰沙的这些废弃物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混淆，然后
这个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而事实上炼钢业的这些灰跟渣哈、啊，其实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啊。灰啊，就是这个冶炼的时候，从这个炉子啊电炉里面吹出来，然后到后面的这个滤袋啊收集下来的啊非常细的这个灰啊。那渣的部分呢，是在这个电炉炼钢电炉的表面上面啊，它会把这个形成一种这个熔渣、熔浆、岩浆这样子的东西。好、啊，所以这两个是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那在台湾早年为什么大家这样子把灰渣一直觉得好像都说渣很不好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早年没有处理设施啊，没有处理设施，就说也不能说没有处理设施，就说没有一个适当的资源回收的处理设施。那灰是有害事业废弃物啊，它含有铅、镉、这个戴奥辛。渣呢啊，渣基本上就是像岩浆这样子，所以渣的处理其实比较单纯、比较简单、比较便宜的这样啊。灰必须要去固化掩埋，所以灰很贵。那当然一开始台湾这个管理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会很多的钢厂就偷偷的把灰放到渣里面去，所以就变成渣就变得有非常多的恶名啊。再加上这个渣，事实上有两种渣啊。一种叫做氧化渣，一种叫还原渣。好，氧化渣跟还原渣，那这个是在炼钢的两个电炉炼钢的两个时期产生的啊。那这个氧化渣其实是相当的单纯啊，那还原渣就是后来大家看到这个什么马路浮起来的事情啦，或者是这个建筑物爆那个青春痘的事情啊，那都是氧化还原渣造成的。那还原渣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氧化钙，所以它吸了水或者吸了这个二氧化碳，然后它就整个机会变大，所以就会有阻力的关系，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彼此之间的挤压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灰跟渣哈、啊，这个是整个大的背景，先跟大家讲啊。那后来整个灰的事情哈、啊，这个集成灰的事情，在这个将近这个应该二十几年前哈、啊，就是一直在说这灰里面有非常多的氧化锌啊，所以这个环保署就一直催业界赶快来合起来做一个为了解决这个集成灰的气质污染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整个把它这个集合起来啊，所以由台湾的这个钢铁工会啊集合起来来做这个碳钢的集成灰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设施，那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台湾钢铁。当年出来之后，基本上灰的问题这几年其实很少听到，原因是因为灰处理的费用都变得很便宜，没有人会再丢掉，甚至有一段时间台湾钢铁的灰是免费收，派卡车到的炼钢厂去免费收啊，所以那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还有一些在讲这个什么大平顶啊，或是哪里哪里的问题，那都是在二十多年前之前的事情啊，被人家任意弃置偷盗啊，这个造成的一些遗留下来的这些过去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那么。当然从大概在这二三十年以来，其实大概我们慢慢都面临到知道说台湾这个世界的各国的金属的资源都很有限啊，那所以金属的价格啊有时候会
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啊，像这个基建长得真的是高的不得了啊，以前白金比黄金贵，现在黄金比白金贵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我们使用的人多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金属的就稀少啊，价格就会非常的贵啊。那在这个碳钢啊，台湾这个生产这个炼钢业啊，这个只分中钢跟一般的民营钢厂啊。那一般的民营钢厂都是电啊电炉炼钢，台湾用高炉炼铁，然后转炉炼钢的其实只有中钢啊，还有中龙啊，就是中钢体系，其他的都是用电炉。那电炉又分两大块，一块做碳钢，就是我们一般的建筑钢，另外一块就是做不锈钢，哦，不锈钢。那绝大多数台湾的这个钢厂是碳钢，哦，是碳钢。那大概只有两三家是做不锈钢的一个炼钢，哦，就华新、丽华、叶跟这个长荣不锈钢，不是有三家，而且都是用电。那所以我们当然这边都是先 focus 在这个碳钢的这个事情上啊。碳钢几成硅，因为这个是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所以它主要里面有锌、铅，还有铁的氧化物，或者氧化铅、氧化锌啊，然后这个氧化铁啊。那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组成啊，我们都要往下。这是台湾的一个电炉，缩小电炉。台湾的这个电炉炼钢的基本规定。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几个特色，就是锌很高啊，锌很高啊。那锌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金属啊。铅是会造成问题的啊，铅是会造成问题的。啊，其实铅的价格跟锌的价格差不多啊，铅也很贵，它不是没有用的东西啊。哦，那当然。台湾一个后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铝很高，铝很高。那这个跟这个这是韩国的啊，韩国的锌啊也都是啊相当高啊，都20%啊。也都是20-30%啊，所以因为这个锌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啊，那锌的单价又高啊，所以就开始会想说，那么是不是怎么样啊，把这里面的这些锌啊，把它这个回收回来啊，把它回收回来。那不锈钢的部分呢？啊，因为不锈钢主要就是它的合金主要就是铁跟镍还有铬啊，像我们讲那个188啦啊，就是这个316不锈钢里面那个后面讲那个188，就是讲的是镍跟铬的里面的组成啦啊啊，所以镍越高，那个不锈钢的品质越好，那也越贵。啊，就是因为里面镍含有镍的关系，镍很贵啊，镍比铁贵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以台湾这个大概这几年有稍微差一点，但大概都维持在1000万吨的一个粗钢的一个产量。啊，就是说从电炉里面你产出来的这个粗钢的量啊，就是熔炼，然后把它
从废钢去熔炼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些这个还原哈、啊，然后让它变成这个钢水出来的话，大概有1000万公吨、啊。那以这样子的比例来讲，大概一年会有19万吨的集成灰，有120万吨的氧化渣，有10万公吨的灰。啊，就是因为这个量都是用万以上的啊，所以当然是代表一个台湾非常大量的一个企业废气。啊，这是电炉炼钢的一个背景的事业啊。一般来讲哈、啊，就是这个三支电极的交流电，它也有用直流电的啊。那在这个废钢投进去之后啊，那会有这个会加石灰啊，会加石灰，那有时候会用这个碳啊去这个做一点这个还原的动作，其实它也有喷氧啊，所以做切割的动作，其实在这里面是很大很复杂的一个化学高温的化学反应啊，它是材料液高温的化学反应。那像这种这个炼钢炉，大概这个炉子里面是1600度C。那炼完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啊，这是这个氧化渣啊，氧化渣啊，然后这个会到这个精炼啊，精炼啊，那上面会铺一层这个会产生这个还原渣啊，所以这个两个。甚至会透进，所以这两个渣子渣相也完全看起来外观是完全不一样。你看到那个细细白白的哈、哦，那就会是还原渣；看到那个颗粒比较大的啊、哦，黑黑的啊、哦，就是氧化渣。那从电炉出来的这个哈、哦，就我们讲这个集成灰，就是从这个袋子集成器里面收集到的啊、哦，这个好，那以下就是这个炼钢的一个制程啊。所以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其实用了非常多的这个集成灰的回收方法哈、啊，在当年呢，台湾当年做出来之后哈、啊，第一个叫做 Wilting 法哈、啊，那当然它主要是用了这个就像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水泥窑，很长很长的一个水泥窑这样子啊，当然不像水泥窑那么长，但是它就是一个长形的一个，就像现在台湾刚刚有去它的工厂外面就可以看得到细细长长的。那那个叫做 Wilting 法是这个西门子啊，这个开发出来的、啊。那它主要的做法是用这个焦炭做还原剂啊。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氧化锌在大概1300度C 左右，让它还原变成金属锌。那锌的沸点是大概是980度左右，啊，所以在那么高温之下，它就会挥发出来，锌蒸气就是挥发出来。而锌蒸气挥发出来，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炉子的状况，它并不是就说这个无氧的状态，所以它到气象当中的时候呢，它又会还原这个氧化，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让从20% 的这个锌当量啊的这个在这个集成灰里面呢，跑到气象当这个挥发出来，然后变成这个氧化锌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整个氧化锌的锌当量的浓度就可以到达50几个%，所以这50几个%就可以拿去作为炼锌的一个量啊，所以就跟这个就很多炼锌的厂
懂得亲身呼吸啊，就是练习那个一种练心啊。啊，练心的时候，其实它同时可以牵引练法，就是那个演练法本身的一个特性啊。那把这个心氧化牵，其实温度也很低，所以这个心牵其实都会被收到这个气象当中的氧化。里面其他的这些不会这个不会这个还原不会这个氧还原的哈的东西哈、就会留在这个骨渣里面啊，叫坑梗啊。那现在当然是把这些都作为木基材啊，在这个使用。那台湾钢联当然这个第一支炉子其实。这个命运多舛哈，当时用了一个这个湿式的方法啊去做这个它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啊，那这个湿式的方法造成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因为污染率很高啊，然后这个就产生了这个氯化。这个氯化锌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在湿式的系统这边，一开始台湾钢联的所有的 APCB 的管道都塞住啊，都塞住，所以那时候老师有看过这个，他整个挖了非常多的洞，常常就跑人进去要塞住了，然后就挖洞，然后把它这个管道清理。这样大概经过这个四五年的时间，大家一直弄不清楚什么样子的原因啊，后来发现就这个氯的问题是、因为台湾这个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就说大家觉得奇怪，我的浴缸里面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氯啊，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氯？后来发现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我们用的石灰啊。酒灰那个用的石灰是我们这个宜兰的石灰，可是我们的精力很小，很容易粉碎，所以它在出产出来的时候会浇那个盐水，会做成一个壳啊，所以对一个盐水的壳啊，所以这个氯化钠就很多，所以所造成的啊，所以那个后来找了两个德国人啊，去把它解决了，就是后来都用干式的方法，用这个 Mercury Scrub， 但是干式的 Mercury 啊，来解决。那在这个他的第一个炉子还在这个不知道这个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啊，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个是不锈钢的需求啊，那不锈钢因为本来用这个 Durasteel 是没有办法做的啊，因为它的温度只有1300度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去还原这些这个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叶莲他就用了一个叫 medical 的方法啊，这个不锈钢的他就开始组合起来也做这个事情啊。那所以他用了一个 medical 的方法啊，他是用一个直立式的旋转的一个啊，这个比较像这个 medical 的方法，也旋转。所以这个是他就把它变成这个在这个。回转炉里面去还原啦、然后去产生这个，把这个咸甜里面，也还原了，然后把这个铬跟镍也都还原了，变成一个
叫直接还原体这样的东西。然后呢，然后中钢呢，啊，他用了一个这个 RHF 的方法啊，中钢他为了解决他自己厂内的各种细粉料有的没有的这个废弃物啊，所以他就去也找了用新日铁的一个叫 RHF 的方法啊，来去做这个他们，那当然把他自己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炼钢的这个几层灰啦、啊、粉屑啦、啊、污泥啊都拿去用。另外中龙呢，哈、哦，中龙哈、啊，就是用一个 premium 的方法哈、啊。那中龙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盖他的高炉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只有他的这个电炉，就从刚从那个台这个桂玉啊转成叫做中龙钢铁的时候啊。他就是刚刚我看那个直立式这样一个回转啊，他会做这个直接还原，一样就直接还原铁啊，那这个再拿去这个电炉里面用啊，再拿去电炉、啊、那再加上这个加格创资源的啊，叫做高温熔炉还原法，所以就会发现这个台湾这么小啊，一千万吨的，但是有各式各样的这样子一个电炉的集成灰的一个处理方法，都在那个时候出现啊，几乎是集世界的大成啊，集世界的大成。那这个家的创智源这个电炉熔融还原法啊，这个它的温度更高啊，它的温度更高，它也是把它融到这个1600°C。啊，1600°C，啊，它比较像是你煮一锅钢水，啊，然后把这些集成灰造成一颗一颗的，然后丢到那个钢水里面去煮，啊，那里面当然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些集成灰里面会跟焦炭，啊，这个一起造粒，所以在那么高温之下就会进行还原反应。那早年啊，这个加热创针对的是碳钢啊，所以它是针对新铅啊，这个在这个挥发以后，然后再变成氧化锌跟氧化铅啊，所以基本上化学上的一个原理跟那个台湾钢也类似，但是它的温度比较高啊，它当然因为在这么高温的状态之下，其实它的熔渣是会比较均匀、比较稳定。那产出来之后呢，这个新铅大概一样可以跟台湾钢那个水准浓度差不多。哦、那但是因为台湾钢加了创资源啊、哦，我这样看就知道它温度使用的操作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它的能源消耗是比较多的。啊、而且它是用电，所以事实上在做碳钢的过程当中发现尤其在台湾钢连第一套的炉子的问题解决，它又盖了第二套炉子的时候，加上创在做碳钢就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所以就改成去做不锈钢的集成灰啊，就针对这个镍铬啊，镍铬还原之后变成镍铬的金属，然后会融在这个铁水里面，所以就变成一个合金啊。那这个合金就说就可以拿去卖啊，就可以卖回去给原来的这个华新丽华这个炼钢厂。金属业很特别的，就是这种合金它的价值一样会有，因为它是根据 LME 啊，这个伦敦的这个金属交易所的一个价格，所以不一定要把它变成纯的镍、纯的铬啊，拿去才有市场。它只要跟镍铁这个
混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看这个百分比的浓度浓度到哪里，可以去算价钱，啊，去算价钱。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才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这个这个刚刚冲击的这个技术哈、啊，原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了、啊，就是这它是从日本那个 GRCM 的这个技术来的。当年日本想要用电炉处理炼钢集成灰，新蒸汽到这个地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碳材啊。它可以把这个经过一个冷却的一个像那个石墨管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再经过这个 ceramic bead 啊，这边是陶瓷球啊，把这个新的蒸汽这个冷却下来。确下，所以就得到这个牙签啊，就是新的一个回收啊。可是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要不然本来就可以直接就不要再去变成氧化锌，再去炼锌这样，直接就得到结束。但是这个地方的温度的变化或者温度的破坏等问题，让它这个东西非常容易断掉啊，所以。后来加德创在开始做这个技术的后来把它放弃掉，后段放弃掉啊、哦，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就变得那个就比较贵。这是加德创的一个。这个电炉出来哈，它会这个经过这个燃烧塔哈，要把里面的那些 CO 哦给烧掉。其实一般的炼钢厂后段大概都像这样子，然后一个冷却啊，那这个地方是用这个气对气的一个冷却塔哦，然后再经过一个冷带啊。那这个是加热窗的一个系统，它这种压球啊，它会造块啊，造成一块一块，大概那时候造块就是要用那个用压力啊，用重大的压力直接压起来剪切啊，然后再送到这个熔炉里面去。那当年我们有添加啊，早年有添加的一氧化锌。啊，亚非书里面当然有一些不锈钢的金属啊，可以一起，现在也还是加一部分啊，加一部分一些的啊。这个是加了装的一个炉子的一个长相。它的这个就是那个最大的反应的核心电炉啊，那这个有一个所谓出弦孔，一个叫做出渣孔啊，它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里面那个炉渣如果太满了啊，那我们就把打一个洞，就跟以前在台湾练生铁一样啊，就打一个洞进去，或者像高炉这样子啊。高炉要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打一个洞进去，然后让那个铁水流出来，啊，所以就出渣、出铁啊，这两个地方可以流出来。这是这个反应啊，其实主要大家看到主要都是靠这个里面的焦炭，实际上是产生 CO， 就靠的 CO。C
肌肉去跟这个内方塞满意。但其实因为你要跟氧化氢接触，其实没那么容易。最主要还是那个气象的那个氧化氢去接触的这些的肌啊的这个体力的吧。这就是颅内的一个状况。铁水啊，就煮一锅汤，把上面的这些燥坏的东西放进来，在这个地方在大概挥发，刚刚讲过挥发的部分挥发上来，因为这个不会是病的，所以一定会变成氧化锌啊，就变成氧化锌，然后冲到后面的这个空气中的设备去把它收集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状况啊，会收这个氧化锌的一个初氧化锌的一个组成。所以那反算成当量氢大概是50到55之间，这是显铁的部分，显铁的部分，这是做这个碳钢的部分的时候的一个部分，当然镍比较高，这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乳渣的一个部分啊，对，这个主要的还是这个SiO2 CaO2 这些氧化的，其他的就是少量。那 GCLB 的结果当然都没有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是岩浆的一个温度，对它融下这个冷却下来之后，这个不太会溶出。所以氯气的部分就可以收到这个粒状物里面就很多高浓度的氧化锌，可以把这个金属锌的水收啊，那显影我们铁水里面啊，那些镍铬啊都可以溶在里面啊。如果浓度我们做这个不锈钢的时候，浓度够高，那就可以卖多量。那这是碳钢的氧化渣的一个组成啊。所以，这样看，我也会，主要就是说，这个氧化钙跟这是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在化学分析组成上面，我们用氧化物来代表这个它的一个这个组成的状态，并不是说这里面真正有这个氧化钙啊，它的表示方式是这样，所以关注的是这个游离的氧化钙的部分，因为这里面应该都是比如说是硒酸钙啦，或者是铝酸钙啦，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细氯这样子的一个氧化物去构成啊。那现在氧化渣当然在台湾这个氧化渣现在有几个部都去做 CLSF 啊，都做 CLSF， 那因为它的这个游离氧化钙并不高啊，所以大部分破碎磁血筛分就可以做细的量，做细的量，这就是对氧化渣的一个方向啊。
这是台钢资源，就是台湾钢铁的公司哦，它也收氧化渣，也开始收还原渣哦，两个一起来带。除了集成会以外，它也做这个事情，也是把炼钢业务几个这个废弃物都能够一并处理。当然做这个氧化渣的部分，还有其他的元件。那还原渣的部分就是大家这个比较讨厌的炼钢渣，所以现在当然为了这个如何再利用，当然这个当年环保署跟这个经济部工业局那边可能讨论过一个怎么样一个还原渣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方法那其实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高压的蒸汽的一个安定，那主要就是把里面的游离的氧化钙变成这个氢氧化钙，然后才去做这个，让它能够膨胀的部分，在这个这样子的制程里面就已经把它膨胀了，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使用在这个营建工程的时候呢。还会再产生这个新的一个膨胀反应，所以是用非常多的这个高温的一车一车这个推进去，那温度用215度C 的一个保温蒸汽，这是还原渣，所以在现地看到氧化渣、还原渣，就是看熟了就会辨别，就是哪一种渣哈。这个是台钢资源针对这个还原渣的哈，就是经过它这个高温的这个安定化之后，就得到的一个结果哈。那去做这个分析，但是不符合这个现在这个再利用产品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碳钢或不锈钢的这个集成会跟炉渣，以目前来看呢、是都新产生的这些，不管是集成会或者是这个炉渣哈、还原渣、氧化渣。都已经有找到适当的一个出路了适当的一个出路，那也做了一个相当的一个处理所以如果现在还有谈到这个炉渣的问题、集成会的问题应该都是早年过去的大家有些人叫这个历史的共业的那些问题，要怎么继续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第一阶段，我们就先来问第一阶段的问题。我能不能问他？没关系啊。因为今天讲的主要的不是高炉旋转炉，不是用那个铁矿炼钢，主要都是电弧炉炼钢。那电弧炉炼钢用的都是回收的废钢嘛，回收废钢之前为了防锈可能都有涂漆，我比较好奇是说那个有涂漆的废钢在进入这个算电弧炉炼钢时有没有可能有哪些环保的议题，那最后是怎么把它解决掉？其实废钢哈，其实等级分的非常非常的多越干净的废钢越贵越脏的废钢越便宜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依据它这个回收回来有没有经过适当的一个分类或者这样之类的结果。那台湾本土的废钢是不够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是这个美国的废钢那美西的废钢，因为美西几乎没有这个电炉厂，美国很少这样子的一个电炉
钢厂，每钢都要卖给那个，都说要卖，每钢要卖给新日企业，那当然美国总统还在反对，所以这个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你所看到的这些新就是那个电镀防锈防的来的啊，那 galvanized 去做出来，就是他们有这个电镀的这个镀锌啊，镀锌钢板的那些防锈防锈，锌就是从里面那样子，不然铁未有锌啊。然后你说铝的问题啊，可能除了那个的话，其实铝是可能塑胶啊，漆会有这个铝的问题，铅啊，因为你会防锈会涂这个防单嘛，哈、啊，这个来的，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这些的一个问题啊，它所以因为是废钢，所以。会有这些其他的这些那个杂质在里面，所以并不会空气污染不容易制止，是因为集成灰各种的氯，它不会借由空气的跑出去，大部分都会在熔炉里面变成是那个合金的一部分。氯因为氯化物通常温度不是沸点不是很高。所以其实大部分都会挥发出来，所以当然也会说所谓带药性的问题，水电钢厂会有带药性的问题，那这种事情也不能否认啊，所以但是他们都有这个，所以这个降温啦，或者是这个急速降温让那个这个再合成的反应尽量不要发生啦，等等的，所以。那因为现在集成灰就是说然后这个当年当然讨论过这个台湾当年出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带药性鸭蛋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当年对不对？这个很头痛啊，就是发现这个鸭蛋有带药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做过一些 study 啦，就是说其实后来发现带药性可能是吃的会比吸的来的严重，吃的可是说鸭子为什么会有带药性，为什么会吃含有带药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喜欢蛋黄的，对不对？就集成灰里面这个锌啊，其实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没有混到饲料，只是说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很难这样去说。我们认为饲料里面受到带药性污染，当然当年查了一遍，查了一圈没有啊，我们台湾的饲料并没有受到带药性污染。那你吸的是一层，吃的是九层啊，国外的研究也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整个就说，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是因为有人买了那个。掉了那个集成灰去吃那个锌啊，锌不是还不错吗？对吧？当中要吃类似啦。那这个时候都过去了，现在没有。那我问另外一个是它的，不管是氧化渣或还原渣，它的去化目前。是主要也拿来当禽类用吗？就是土木用的替代石头用的禽类，可是它的那个强度够吗？机械强度够？除了还原渣，还原渣现在膨胀物比较是解决的吗？还原渣现在没有，还原渣基本上应该有两条路的标识。有的还原渣直接去水泥，并没有说去钢，甚至开钢之类的。看起来他们也是做这些，它比较细的料。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看到的电弧炉的一些细节啊，因为 我是比较中钢的那个铁块的炼钢的方法，啊，中钢会变成一个排碳大户，主要都是因为它用焦煤去炼钢嘛。那后来看电弧炉才发现，哎，也有用焦煤的部分，也来当还原剂。对，那这个部分，电弧炉有可能跟那个高炉炼钢一样，这种还原剂都变轻吗？还是说现在技术都还不成熟，不太可能？说用氢来当还原剂？有人这样想，但是要实作都还没听说，全球都还没有成功啊。不上那个是用，就是高炉的还是？我记得是高炉的，上那个是瑞典车厂，就是说所谓的绿钢啊，全称是绿钢，用氢来还原。可是我记得它是用炼铁的那种高炉的，有应该说有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应该，因为它用了很多的，其实它用了很多，现在。电炉炼钢哈，其实它还是用了蛮多的化学，可是问题是在于它用很多的天然气，不是只有这个电炉，它是天然气是提高温度吗？那都用在哪？对，就是可以加快这个熔炼的速率，加快熔炼的速率，它会加一个天然气的分。几乎每一个电炉都有贩卖。我那时候是有到中钢去看它的再利用，因为以前老实讲，我们像台南分会那叫黄焕章，对我们家古早的那个年代，都对于所谓的这种炼钢渣了，那是渣的就乱埋乱丢啊。以前就觉得它污染很重的原因，可能有混到形成灰啦，就是灰应该是毒性比较多，比较没有不安定。灰是有害。哎，那个渣理论上是成分比较单纯，就接近石头那样子。对。可是以前的给环保团体印象就是，早期就是会混在一起，就觉得就是污染物乱买。对。哦，那个是。这个印象其实影响很深远，就是连现在中钢要把它的氧化渣要再利用都很困难。是，中钢的问题恐怕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构图。OK， 所以它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个构图问题，所以三价格、六价格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吵？说应该三价格不要管制。这个纳入这个管制的要六价格要管，三价格要管。那欧盟六十是只管六价格，就是说，是啊，但是三价格就化工的来讲，它的危害不像六价格那么严重。是啊，毒性差。那你对化工还是对医学？工卫医学学 ，OK。化工只管是吧？它变成三价而已，只是说它对人体的危害。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对，我们说到中钢的炼钢的电炉的炼钢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氢气直接还原，而且对高炉的氧化，而且氧化的那电炉的炼钢，本来就是氢气。会钢已经不是主要的状态，已经不是氧化状态，不是氧化，对，主要状态那已经是钢或铁的状态，不是氧化，铁的状态，熔融的，融成一块的这种重要性会比它去把里面这些氧化的部分去变还原来的重要的非常多。我比较不理解那。电弧炉炼钢需要焦煤，就是又要有生石灰，又要焦煤。哦，是，因为的确会的，电释放它还是会有一些氧化，但至少是要
加一些，就是它可能主要是氧化钙，反正它不是氧化铁就对了。生石灰的部分它是造渣了，造渣，对，就造渣，还有那个细，对，调那个钙细，钙细，让那个造渣变大，变那个渣变黄黄，渣可以流出来。他们炼钢的人说，炼钢主要是在炼渣。只要渣造得好，那个电炉炼钢就会操作的顺利，是跟我不太一样的。那些不准的东西就不知道是不是在上面，氧化物都比较轻。OK， 那个他们这个材料的这个渣，有时候什么会跟不了电，不可能电器，不可能有风险。太危险了。高温，哇，没试过，不知道心情。就是我们用天然气，所以那一块的要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要再想想看，做末端做碳捕捉或怎么样。对，现在主要炼钢厂在想的事情就是，一个是现在有一个就是。炼钢其实有时候有一个那种电炉炼钢有一个地方是关起来的，它那个是没有炉母，所以现在在推一个，就是说做一个炉母，然后如果你要测温取样的时候，再用那个 robot 进去啊，就是里面用那个 robot， 然后就早年都是那个炉前那个打开，那个不关的。然后要有一个穿着那个防火衣的那个炼钢那个操作员，伸到里面去取样子吧。所以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也是对外开放。对，那也热能的损耗也很大。所以一个是做一个炉门起来，让这个大概可以省1%、2%、1%这样的电的热量损耗。就是用电量可以节约。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种炼钢哈，电炉炼钢，它其实是会开炉的，它不是一次通丢进去，然后关，它是用半批，然后关起来就开始炼，然后炼到变成铁，不是，它炼一半呢，它打开来再装一桶进去，所以。减少这些开开关关的事情，也会让这个损耗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铁水，这个出钢出来之后呢，你不要让它那个叫做这个比例叫做那个，就是你不要让它变成一块一块的那个 pig iron 这样子哈，冷却以后，然后再送去这个压钢去做钢筋这样。以前早年都是这样，做完一个产品，下一步就不像那个连续制造这样。那他们现在就是希望把这个做成这个 Big Iron 之后，直接就送去这个压冶，直接压冶。那东钢就是苗栗这个桃园厂用了台湾第一个直接压冶所以。钢铁业其实很特别，你只要比其他人好，你就多比他这个便宜100块，你就人家死掉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所以东钢就靠着这个哈，可能比他便宜30-40块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损耗，所以这几年都还蛮赚钱。所以不要让它冷了以后，然后再加热加上来，然后再去压钢铁。或是减压，这也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方法。像中钢，它用高炉的，那中钢也恰好在高雄旁边有很多石化厂，是，所以它可以用中钢的排碳，它用碳捕捉之后，跟二氧化碳跟附近的石化厂做钢，那叫什么钢化联厂？钢化联厂。对，那个。一方面一定要附近有石化厂，
的二氧化碳才能够变成石化的原料，可是电弧炉的钢铁厂可以做钢化炼厂，这第一个。所以我想说，如果是同样他补充而已的话，还是说一般的电弧炉的厂附近也没有石化厂，也没办法做钢化炼厂。电弧炉，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能一炉一个小时就停了。对。啊，停了，重新要再装一个下水进去，然后再炼一锅。它事实上是一锅一锅煮，一锅一锅煮。所以它这个排气里面的温度有就是一下高一下低。所以当然电钢也有在想怎么做这个能源回收，做这个废热回收，所以他们用那个 organic cracking 啊，所以现在谈那个 organic cracking 来去做这个热量的东西。大概是废热发电。对，跟目前的地热用的发电方法一样，就是低温的，对，低温就想要低温中也要想办法废热回收回来。那那个其实地热温度高一点就不需要有氢氧根，那效率还能高一点，那没办法，我们目前的地热温度都太低。刚才看到那个十九页那边，就是有提到说，就是有那个用气对气的那天它来把那个温度在调，那这个温度是大概会做在几度？气对气那时候，数位从大概一千度左右降到200多，就是。因为我在第十页有看到说，就是有用那个骤冷的温室块，那一块是就是拿来讲，那是台湾钢联的，好、哦、好，那是台湾钢联，是，跟那个是不一样，不一样，两个不一样的发射，就是这四种技术都是用来把那个这些废钢把它就是炼钢，应该说把这个集成灰的。这个反应炉里面的废气，让它能够急速的降温，而且又没有水，碰到水的氯化物，碰到水会到处散。那也是算是就是把它本来就是留不要的地方，把它就是靠热，然后把它东西之后就是不要的把它过滤掉，然后要的再把它。接下来的是在炉子里面，对，基本上是靠高温的反应后，然后当然它里面会有氧化反应发生，那这个还原的变成金属态的时候，都要看它的沸点关系，刚好新的沸点是低的900多，所以就让它就挥发出来。挥发出来以后，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密闭系统，马上又凝结，所以会变成非常细的细粉，跟着气流往后拉。那在往后拉的过程当中，这里面这气流里面可能有 CO 啦，或者是有那个，然后也有这些这个氧化锌啊，然后等等一些这些杂质和这些废气。那一个不同的单元就是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先降温啊。那因为你后面排气排出去一定要你要收起嘛，所以我们的滤袋都用这个纤维的滤袋，可能都只有200度以内的温度，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降温。降温要降得够快，才不会有这个带药性重组发生。所以才那个地方就急速的降温啊。那这个的做法，就因为怕，因为
对氯其实还蛮高的，所以会怕你感染，所以才会都用吸氧吸热器，对，用喷水。不然如果直接喷水的话，这个价格是靠你说一台单，气流就是空气，空气，空气一个走管子里面，一个走管子外面嘛，就这个就交换。可是像，他是把那个热气里面的氮氧气把它冷却之后让它，是冷哪一个？因为你气对气的，对，就是冷的空气跟这个热的废气然后两个不是混在一起，两个中间有这个冷的空气走管子，对，这个对，是他这样，然后他就戴耀星就重组吧，戴耀星不是就存在那，戴耀星是一个降温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些 precursor 就是存在的时候，这个什么 aromatic 东西啊，或者有铁啦、有铜啦、有氯啦，那就很容易又结合回来。那如果时间越短，越不容易结合，所以再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温度降下来，我们再处理这个后面的氯带。氯带因为氯带的温度都可以，因为它是不织布嘛，大部分都是100-200度。你非得降到那个温度才能够去通过那个把那个氧化锌啊，或者把那些地状污染物抽下来。这空气那一块都是担心，就是非常大，产而且带动。哎，对，就是可以这样讲，没错。那比如说，因为前面已经有这么高的温度，这么高的温度，那有再把这个温度拿来。靠一些比如说吸收型的气来把它是得到一点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就是那个温度比较低，就是刚才提到说就是又有一些多酚，那如果这一块就是吸收时代回来在这里再降温的话，那你那边吹的那个风的那边的那边，其实那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做 dioxin 的 formation window， 大概从500-200度，所以这块的热是不敢要的。早年大家这个用那个废热锅炉什么，就把它拿得很高兴啊。可是滞留时间很长，慢慢那边降温，大家心都重组了，所以现在都是把那个都放弃掉。那当然，你做的这车就是。发现那个热量没有很多，也不是很好用，或者是它操作或者是上上下下不稳定，对，不用。所以目前来讲，这个加的创作源是没有在那个地方面对，就是即使到600度以上，它也没有用。目前一般的焚化炉是800多度，没有像。炼钢厂当1000多度到800多度，理论上大氧气那时候都分解，只是温度又降到500-200又合成大氧气。那对于焚化炉有办法避免那个 window 怎样避免产生大氧气又合成？现在有人用那个。后面那个问题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你不会在高温就把它分解掉，对，但是它没办法分到很完整嘛，温度一低时它又还是在分解，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加工性在哪？吸附吗？就是在高温时就吸附，不是在后段，那就是说它结合大氧气就结合大氧气，但是就是吸附不让它出去，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一块通常就放弃废热再利用，对啊，因为你只要再利用就有机会它就跑出去了。对，没有放弃，就算你周围有的分化炉都有废热利用，
对的话，对。因为讲五百度以下的，拢无得啊。它可能500度以下全部当被热浪被掉，也不要让太阳先出去。他们就800多度到500多度，这个温差还比较大，效益还那个发电效益还比较高。它低温要怎么激燃，那个就算了。那就但现在还是什么ceramic 陶瓷滤袋里面有触媒处理带二星的然后或者是处理 NAS 的，那个温度又不太一样，那个可能要300度，要多少度这样，所以那整个系统在思考这个时候又要不一样。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会长或廖副会长有没有要问？如果没有，我们就赶快东盘，因为这个很我本来以为今天主要要讲东盘，对，然后摆在后面。好，那第二个啊，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的东盘的一个早期东盘公司早期中心啊，那个。跟这个对量厂，那这个厂是台糖跟这个东河钢铁的这个关系企业一起合资的、那在屏东内埔的屏东内埔，目前差不多要开始进入商业运转，因为大概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小问题，基本上的问题都大概克服。我想这个前沿这个当然都就是有机的废水或者是有机的废弃物里面这个过去都没有去做耗氧的处理嘛或者是乱处理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一直这个存在了那当然。这个现在这个绿电的一个重要性出来所以开始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有机的废弃物、有机的废水等等来做这个液氧的一个发酵产生沼气来做。那么这个台湾常见的这个液氧的处理技术是一个这个有的是这个有一个搅拌池的一个搅拌池的 CSTR 就是在里面这个那里面用这个烟油菌这边这个那当然这个反应它其实有酸化跟这个甲烷化的，其实有两个阶段的反应但是用早期反正就是用一个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 USB 这主要是处理这个液体的部分比较多，如果是有比较多的固体的话用这个上流式的液氧这个功率槽的反应槽它就比较不适合比较不适合。这个是就是这个东航所用的一个这个叫做这个一个液氧反应槽，当然它是一个双槽的反应槽，里面大槽里面一个小槽的内外槽那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家公司 Service Energy 的一个技术。那它的一个好处当然是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个搅拌池。那个搅拌池其实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硫化氢，所以其实非常容易使这个金属的部分很容易这个生锈，所以那个搅拌池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啊，这个技术，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没有那些，没有那些那些东西啊，它靠的是，就是流体力学的，让它在这个地方，这个反应啊，固体在外层，然后融完了以后的东西啊，这个液体才跑到里面去，对，固体在。物理的这个使用率会比较高，就是它一直在那边融，把这里面的有机质通通融出来，融出来以后才进到这个里面的去这个内层去做这个甲烷反应，所以看起来就是然后这个不用再有一个这个沼气的除槽，就一个槽，对，当时看了就觉得所以它叫做双式三相的一个厌氧反应器，然后就是这个。那这个原料哈，在这个前面有一个 buffer 哈，有一个暂存槽这样子哈，然后再打进来这个反应器里面去。反应器这个产生出来的这里面的渣呢，会拿去做做了一个这个肥料工厂啊，去做有机肥。那早期的部分呢，就这个用一个叫做这个 gas engine 啊，直接要像引擎一样的东西啊，然后直接就发电啊，电产生电力。那沼液的部分呢，一部分回流使用，那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变成这个液肥。那目前是来做这个。啊，去做浇灌的一个特定的地区去做浇灌使用。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从上面看下去。那其实外槽这边是空的，内槽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给微生物生长的那些substrate 啊，基材。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主要就是水解、酸化、甲烷化，其实有三个阶段。固体要先水解啊，如果你是可溶性，那没有什么水解的问题。这个酸化反应啊，跟甲烷化反应啊，有机酸它就变成甲烷化。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当然这是当年的一个比较，然后这个因为要用这个，当然是什么都好了，然后那确实也是这个在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它因为它的这个固体的停留时间确实比较长，因为它住在这个外槽这个地方，可以一直停留跟它融掉，所以。等于说它的有机物的使用的效率会最高，不太高。那因为只有一个槽，占地也比较省。然后这个技术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在美国事实上它都是远端控制，它没有可以不用人在的时候是要去分析进料。因为尽量到底它的这个有没有符合它的尽量的一个程度。这个就是这个在
帽子，对，就是穿那个什么的美国的，汤小的那个地方，这个它是盖在一个啤酒厂的旁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就选在台中旁边，因为一个啤酒厂就是它的那个酒苗啦，哦，酒糟啦，啊，是一个比较大量的稳定的啊性质，比较安定的好做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你要能够稳定的生产这个早期，它基本上你的进料还是要稳定，稍微稳定啊，哦，你如果当成废弃物就是真的你不知道今天来什么明天来什么，其实在这个做这个早期的生产的就会很辛苦啊，因为你在台湾像那个外埔台东外埔那个并没有成功啊，并没有成功，因为生熟鱼天哪，对不对，这个各式各样什么都有，所以当时我在做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要去挑战那么难，因为那么难的台湾从来每次都要去做那么难的，从来都失败，然后把这个技术给做死掉，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就在台湾，我们也选在台中旁边，然后就现在收就是收的很谨慎啊，都是植物性残渣才收的，动物性残渣太臭，非常非常臭，所以现在都暂时不敢收，然后。能够把菌养到一个程度，做这熟练到一个程度，才敢再去做的。这是这在那个地方，那这就是那个啤酒花，啤酒花长这样。啤酒花，对，我们是指的啤酒花。我们啤酒不是切开，里面的香味都是因为啤酒花，就是啤酒的香气的来源。啤酒的最主要的，对，因为香气来源。对呀。啊，这边。靠谱，你不要确定。啊，对对对对。你怎么不会？起码知啦。差不多。主人点么生出来？对啊。我一故意啦，一故意个。故意去解释。对啦。啊。他这个厂，因为纽汉普是也是一个农业州啦，所以他是。很多冰淇淋厂啊，酒厂啊，他们就是地方的小酒厂，不是像公卖局那么大，不然很多像精酿啤酒，很多那种精酿，做几精酿啤酒。对，这个厂有这个食物线，食物线，对，什么线啊？或者是牛奶。啊，这个后来有做一些分析啊，这里面当然。就是决定说到底要多大的，当分析说这个来料的这个 COD 哈，所以 COD 都希望能够至少要个六万个 mL 啊，这是以十几万来做估算的。还是化学序言论。这一块会，早期才会够啊，才不会 COD 比较高，就比较丰富，可以变成早期嘛，啊，它 BOD 的，等我 COD 的时候，等我 COD 的时候，哈哈哈哈哈，COD 的时候，那这样的潮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点，大家都。这边也没写，就是说它的发酵温度，电影发酵温度控制在38°C，不会，不是，因为这个生物很特别哈，温度太高会死掉啊，可是到底说温度高一点，反应会比较好一点，可是他们都选在38，因为在那个地方反应相对稳定，所以去看所有一氧化钾那个38°C，用这样去推算，那发电机的效率啊，发电效率大概现在都用光，大概在40%左右，
当然这个不是蛮赞，慢机那个 gas engine 的效率的变化其实蛮大的，如果没有到就是马上都会掉的蛮多，它不是说都会到十几个%，你可能80这个供应量只有80%的时候，那你可能马上就降价了。还有这个70-60的这个42的这个成长效率，所以在做这个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让每一台发电机都能够在这里面，刚刚你没看到说我们是要去除 H2S 这一定要有一个去除硫化氢的一个装置才能够进到这个发电机里面，这发电机对这个硫化氢很敏感，所以要去除掉。然后，当然现在是因为每度电现在7块多了，一发电7块多了，所以事实上才有办法支撑这个厂能够好好的运转下去。现在剩下的这是几个不同的一个预算。那以东航来讲，现在是一天用200吨在做规划，1200吨，然后720kW。两台，一台360，一台720瓦的一个发电机。所以希望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农业废弃物或者是食品产业的废弃物啊，当然以东航来讲，也希望能够这个能够产生能源，让出来这些沼渣、沼液啊，都能够再回到这个服务使用。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这个不能有工业污染，工业的有机物也不能收，因为这个出来可能造成我要后续的沼渣、沼液的再利用会出问题。里面可能有重金属，有什么也没有。我们是，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用的。这个是那个特别区域。酒厂都做不起来。对，东华是在很边缘的地方。对啊。对。到本来是屏东酒厂的地，他们玩的国产鼠。OK。玩的国产鼠，你们在东华。我刚才去住下。对。想一下，整个厂地位会很重吗？或者为什么要在这么边缘？地位其实还好。其实还好，我们去这个美国那个就是因为完全没有遇到，对，那个真的是做得很好。那我们自己这里，我有问我们同仁啊，说你每天在那边到底，他说多多少还是有，这闻起来像酒糟的味道，酒厂的原料就酒糟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你这个电氧发酵的东西哦，其实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很容易有臭味，因为硫醇是最臭的。嗯，反正我们这些有机物里面一定有硫醇，所以尤其是电氧槽里面是绝对不能泄漏的。现在就是卸料的时候可能会有臭味，卸料。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把那个肥料厂放在湖口，但现在操作并不多。那肥料厂如果你没有搅拌的太好，你没有，就是很容易部分
是整个操作，其实是操作跟管理面要很。这是目前的料，料，但是我们出狱没有了啊，就是有机物、有机废物，我们现在有做一些农牧废弃物。现在生存加进去没有没有，这没有可以用的啊，现在，因为旁边有很多食品加工，所以做那个柠檬果汁的啊，嗯、所以他们常会有柠檬。啊，这是果菜市场的，现在这个也要进，那这是可以进的，或者是豆制品。那其实这个。这个都还蛮，这个都要试哈，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组成，其实对于那些菌种都会有影响。就这个，我们现在是这个好用，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中华豆腐的那些比较好用。这是我们希望的啊，希望。但是后来久了也没办法到那么多，大概希望是这个从这里要多多收一点，然后这几个那个像几个大的食品厂，统一的茶叶渣现在也到了。那就是做这些资源循环再利用的话，一定是要能够经济上不去挪它的，这就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就是这个地方会，就是我们会收这个 tipping fee 啊，这个送来会有处理费，然后我们的那个发电会有这个电费收。目前看起来就是。目前是还没打平的哈，估算起来是勉勉强强可以打。那关键是料，稳定的料要够多。对，而且要能够我们的菌要能够够强壮，哎，要够强壮，不能说现在有时候丢不同的料源进去，它马上产气效率下降，所以他们，现在现场的同仁。用的很小心，然后一点一点的洗这样子。这就是要做一些跟这个系统啊，早期要脱离啊，然后这个方面的早期出来，经过 UF 系统一部分回流，一部分那个变。浇灌，然后到大的部分做泡氧化酵。这个脱硫是用什么方法脱硫？用我们看现在他们是用脱硫，我们不要那个化学脱硫。那个可能比较贵，是用脱硫。细节我就没有跟着你看。这种我们把它就是油漆那种用。这个里面它没有什么，就说我的沼气出来，会在这个发酵槽的底部，在这上面的底部，然后再把这个沼气挤出去。所以它里面都是气象的，温度也不高，它也是就是38度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什么生物干物的区别，对吗？经过这个脱硫的化学的一个生物的，然后通过这个降到让它降到10ppm 以下，然后送到那个。那个沼气也浓度，
有气液浓度相当刚刚被砸过。这个上就是他进到发电机之后，另外一边会进到那个就是沼气燃料那边，他那个燃料是就直接就烧了，然后再火力那边再直接成发电。直接用那种我们叫做 gas engine， 就跟那个我们那个车子的引擎类似的啊，汽车。gas turbine 就不会再把它不用费热，不用运到哪里再利用。气涡轮机。那你们要的气涡轮机就是涡轮机吗？很小型的气涡轮啊，360kW。不会很大，就大概一个货柜这样。以前那个汉翔也在专门做这种，你们是用国外的？用国外的，我们用曾经他们是用在沼气有经验的公司，对，我们叫做二 T 啊，那家公司叫做 2T， 是一家普通的美国。后来我发现那个熔顶也用同样的，这个是现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个是门口的这，后面还有一块，成功当然希望说把后面这块。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发电机，这就是那个发箱发电机。这个就是那个 flare， 沼气过多的时候就烧掉。这是安全装置，大气大。这个的材质我们用的比较特别，哦，用玻璃钢板，不是用那个混凝土，其实也可以用混凝土。我当时想的就是说，玻璃钢板拆卸比较容易，有些什么状况的时候。这么贵？不贵，贵吗？混凝土不需要吗？我们只有混凝土这边，我没点多少钱。但是混凝土就是很难一下再使用嘛。对的。然后因为炼钢业哦，听到这个钢板其实都有，会喜欢的，是吧？玻璃钢板。上面也会扣钉，上面就是扣钉，防死。是金钥匙，非要工厂。我有申请两个肥料证照，也有在卖，也有在送。那个电车多重啊？要。对啊，对，你那句话啊，好，就是哈，我月底会去那个，就找他，政府公司才行。肥料是对都有行政，不跟你的沼搭啊，就是你的发酵槽下面那些固形物啊，就送来这边。那我要开始问问题。以前你们一开始不用动物性的污名，因为臭，它臭。我都在想说，那个臭主要跟什么化学物有关？是跟硫有关吗？是蛋白质里面的切链靠硫？
刘年前蛋女灰啊，蛋安对啊，安也臭啊，刘纯也臭啊。但是这些东西有些植物性也有，是比较少。那动物性真的很臭，对，你有实际经验你就知道。先练好植物性再说啦，这第一步。第二个我看到，因为我以前有接触过那种养猪场做整机发电力，后来发现都吃这也养吃那也养，就是都失败了。我直接讲原因，就是刚刚你们有特别强调说，它的 COD 其实要够高，弄出来的沼气量才会够，像现在到80%左右，70-80%。以前养猪场只靠猪粪尿，以前通常都沼气都很，量都很低啦，那个发电效率都很差。那就有的初次步就乱做，像以前一个眼科医师在彰化，就直接帮他用云脸，对不起云脸，他就加了糖蜜。糖蜜当然就是当然有机物，所以它吸油力很好，糖蜜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可是那个水就是绝对不可能，污水处理一定是不合格的乱买。他是为了要发电好，可是人家本来就是猪粪的处理，你要污水处理先处理好，是必优先嘛。处理的过程中不要浪费掉，把它拿来发电。可是他后来为了发电，加了那种糖蜜的东西。那个被抓到，他后面罚，整个东西一定是罚到，绝对是，反正他就是到后来都非法弄，这某个程度也是国内养猪场到目前基本上都失败的原因。我认为都没有成功。曹启宏当农委会主委时，大量的回国引进啊，本土炼、土法炼干的各种沼气厂，我认为都失败。所以我要问，为什么这个人成功？第一个是说，他你要控制料源，或者是主要是他的那个沼渣溶解的够久，他的 COD 就会够多嘛。对，应该这么讲。我们回头来讲，就是说，其实那个猪粪尿要共发酵，不能靠猪粪尿，是台糖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台糖现在在我们旁边有一个东海风，对，其实他们自己，虽然我们跟台糖合资，可是台糖自己有一个东海风做猪粪尿。那当然，并没有100%成功，但是也不错。那他们得到的经验就是说，猪粪尿要共发酵，不能只靠猪粪尿。所以这里面这个组成其实有很多学问在里面。你那个发酵，最后要做那个发酵液里面，其实非常多的学问。所以才会说，你如果能够越单纯，然后才有办法去，然后为什么我们找那个国外的这个专家？那他们提供这个设备，提供这个软技术，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他不是只有工程公司盖这个厂，他自己在操作的厂都有实力，所以经验比较丰富，然后有这个生物化学的专家在里面。那台糖本身当然在生化上面，他的实验室其实也虽然公家机关有一点点这个公务系统的问题，但是他说实在的，他们的研发比较踏实。对了，他们的人的数其实那实验室也够。当时希望做的，你看也在他们前一任那个董事长的时代在定那个。是那个房子真的。对，但他现在到循环经济。他就是可以协会，他就下了。对，事实上是跟他有很重很大关系，编的头都熟，对，才会去谈出来说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厂。真正对就是能够收民间的，对西屋这样。那你们跟他们的
有包含那个菌是他们有，所以菌不用，菌要本也要本土化，菌本土就可以。菌他也，我就问他说要不要，他说不用，他不能本土化。菌的寿命，因为你会，因为它是本土的嘛，所以你没有那种，反正就在你的环境当中，所以你只要提供适当的适合的环境，哎，你都，我们头前有去买，我们去跟那个什么中央畜牧场啊，还有后面有几家我们去买的，前面的，反正二十度就走。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那个就奇怪都不太反应，也不吃东西这样子，就撑了蛮长的时间了。其实这个案子本来预计是去年，对，我本来就去年说要做好了，可是后来有一些问题，一直到今年，这个等于是八月才真正的。八月才真正让他稳定订阅户，八月才发了大概200,000部电。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永续一点，加。你应该也可能啊，因为。我们会有 recycle， 对，它有生命周期，哎，也有生命周期，哎，有生命，菌会有生命周期，菌是一定会死，可是它也会生，也会长，对啊，如果它的平衡达到一个平衡，哎，那不是咱 local 的哦，你讲外加的哦，一定都爱打，因为有讲，咱是环境的，哎，打出啊，所以都一定要吃下。很贵。第二个是它就是没有搅拌器，这个很关键。我目前看到各种的早期发电都要搅拌器，它有搅拌器就很多的问题。那这个不用搅拌器，我上次有听大家讲，它是用流体力学的方法让它一直走。那是它要很多的喷头，一段时间之后就喷一下。维持它，不过发现它其实蛮，就是没有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就是给我进料啊，就进料进去，对啊，就会这样，对。虽然我们是连续进料，但是进料完它慢慢就会惯性就停下来。所以就是因为连续菌量一直推着这样的，那它有我们有 pump 啦，还是有会抽出来然后再打，所以我才讲说那个也是某种间隔，因为是 pump 让它循环，对，还是像流动 pump 这样，想怎么办？怎么 pump？目前他们的耗电有台电有要求，你们要从发电中扣除。目前我们这样讲，我们发电，我这个问题我就问那边，他说发电先吃别的这样，对啊，那发就是你吃别的地方的。地热啊，那地热也遇到这个问题，地热有所谓的那个沉水泵，啊，那个被很多诟病，他说，就你如果那个 pump 耗的电不多的话，应该是要扣的，因为那主要是很多地热的沉水泵，它耗的电是发的电已经超过一成，对，这是很大的量，应该是要扣的，啊，不过那个已经很细节了，那我再问是说哈。就你们的那个藻渣会在外槽大概悬浮多久才把它拿去做分量？你去问他们。我问这位也对，OK。但是显然是够久，所以
才能够，就是 COD 才够高了。我刚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可是我想啊，以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我们的技术还没有非常成熟才对。照你说了，因为说真的啦，就是一开始操作并没有很长的时间，那我们这些同仁其实也没有人有操作过这个摄像头线有发酵槽，哦。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台湾其实很缺各式各样的人才啊。那个医生叫陈真明，我在英昌，我那个朋友的。哎，就像文化如一棍，赶快。意思是有点像。他改不回不违法，如果他最后不把唐蜜的污水排出去，不违法。但他那个一定要排出去的啊。哦、污水对啊，那个污水的那个 BOD 什么的，那个都觉得过不了关的了。其实是这样讲，厌氧的 BOD、COD 其实一定进不了污水处理厂。对对对，进不去。对，哎，一定进不去。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耗氧，才有办法。那电影效率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厂为什么一定早翼要去做浇灌？要不然我的早翼如果拿到废水处理厂去，根本就过不了关。一个是过不了，用的是很贵。贵。后来有一个他，然后他也现在是碰到一个问题，他为了一个导电度的问题。这个内部那边不肯跟我们收啊，这奇怪啊，这个那 COD 我们愿意付钱，想说在短期内也反正付一点吧，不然也没办法，但我这个法令程序要再利用，想办法再去申请再利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而且都是政府，那个还是政府机关自己操作的哦，不是委外操作，所以去拜托屏东县环保局啊，拜托啊，到时候如果同意让我们择期的地方浇灌，是吧？啊，很当浇灌的水，然后其实那种早地早扎的在利用田间的浇灌，很早以前台大分会就是讲的那叫什么？那个一个。台湾养猪支部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猪粪尿是很营养的东西，可以把它当肥料在田间浇灌。啊，可是有一个东西，我就问他说，以前的猪的饲料不要单纯，不会吃一些有的没有，所以它的大便不会有重金属。但是后来为了说猪其实拉肚子啊，什么小猪会夭折，他就饲料里面加了很多类似硫酸铜的东西，所以他出来大便是有铜重金属，你去浇灌等于是把重金属污染就扩散出去，这是猪粪尿的问题，没错，我也觉得。啊，当然他有讲说饲料里面的硫酸铜的那个比例有一个比例啊，就是。你不能连续的浇灌，哦，就是让它，你可能有重金属的污染，但是你要控制那个量是在一定以下。啊，那个叫铜跟锌的问题，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个是其实是考验你去浇灌的人的，一方面也要有专业，你要知道你怎样控制那个重金属的污到哪里。各方面也是良心的那个问题，那虽然它是最原始的方法，最便宜的处理那个猪粪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的风险控管是很危险的。嗯，那它其实奠基在人的善意，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处理，搞不好都真的是造成那个重金属的扩散。我只是那个是猪粪尿的问题，那这里是食品污染，比较没有什么重金属的问题。
可是我记得好像说它在沉淀过程中有用一些 particle， 那个到底有没有影响？就加速它沉淀的。在这个废水处理厂啊，在这个食品厂的废水处理厂，那他们在做这个沉降的时候，玻璃的粉末会加一些化粒。那个会对后面要做的去化处理，或者根本只是没去化处理，要再做污水处理的时候，会不会有造成人家说你的成那些微粒会它拒绝，时候会有这个问题？目前是。目前是还没有吧，所以目前好像是一些没想到的什么导电度的问题，在不给你们收的，对，因为导电度会影响它后面污水处理，也不知道嘛。它就是一个，它就有一个规定在那，它就不能出，一个标准。本来想的是 COP， 就因为过高，因为过高要付钱。不过那个就是付钱去让它后面污水处理。对。但是居然是别的问题，是不能收。以你们经验，如果是以酒糟为主的养的那个菌，加的柠檬乳，加的凤梨，那个菌。开始调，目前还没有调去。我们就是用第一批的那个。那目前还是同样的去，对不对？没有动。目前让它活起来之后，就是这个反应比较稳定之后，也没有加这些东西之后，那个反应降下来，也没有明显。他们现在碰到，如果加进去发现产气效率，他就不加了，先不要加了，应该慢慢累积经验，而且生物要去吸。那你觉得它里面那菌种虽然不是外毒，可是它让它菌可以吸在某些东西上，那个是有专利的，就说长在那个上水上。对，那个。那没有专利，那个你一般就会长它就不好，所以你刚刚长霉菌啊什么，就会长在那个上面support， 对呀、啊，但是那个 support 又不能影响气的流动啊，或者不进水的，对，这就是它 它的 know how 啊，啊，但是它有没有申请专利那种火灾啊？那别人不讲，至少那个叶子那个要花钱买。那个东西都在那边买的了。它那个油是消耗品啊，过了一段时间要更换。塑胶的，所以它是不是跟空气滤净器一样，一段时间就要换？目前看起来是还不用，就是目前还不用。不会很，就是可以用很久，对不对？生物这个结果是要做时候，对呀，对，就你们有把你们那什么立了吗？啊，签了没有？跟生物产签的东西是一样，还是用到生物的那个切丝啊，或者是上流系的间接怎么办？不知道那个生物产签的这边是衰退，这个地方我们想可以只要怎么一直后面那大型化，那如果这个要把它小型化，那可能就小型化到怎么样都有，对，产业范围，然后变成去社区化，然后那个用的，就技术在那边，就是。对啊，技术上其实没有条件化，然后针对不同的，问题是设备，然后去设备，
不说有一定的价格很贵，太小要很都很贵，要你说什么也不能破，所以小型化变成这样的模组，然后这边就收什么收什么进到，或者我们当然想了，他们有当时说台湾可以做10个这么大的，就料，对呀、啊，那是不是每一个不同去都不同的料？这个很便宜，一个盾现在才在15000块处理费，啊，一个15000块。所以，在商言商，如果一天200吨，那就赚5000块吧，赔100万。对，但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多，因为我们一半是那个早益，现在我们要花一顿花1块钱，这个厂现在花了2亿，主要是那个废弃物的回收费啊，是这样，对，水电撑不过的话，没有办法全部。这个我没有讲的是，我觉得 SRF 要靠场地，我看也很困难。不过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讲。那我再问一个我想知道，这种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再循环。目前就生殖人的用电是分成有厌氧发酵跟没厌氧发酵，没厌氧发酵简单的直接烧，有厌氧发酵的就是像那个沼气一样，因为它的过程比较繁琐，它的费率也比较高，那可是有一个东西跟发电无关，某个东西应该也厌氧发酵，就是说，叫做做堆肥，做堆肥某个程度也是厌氧发酵，耗氧，它是耗氧，它是用耗氧发酵，那做堆肥的臭味跟这个沼气的臭味哪一个比较臭？会臭，堆肥会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厌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搅拌的这么均匀，所以它还是会发生厌氧反应，所以它是前端在厌氧的时候就臭了，但是它要后端变耗氧才能变肥料。应该说，照理说我们应该要进来，就是要一直搅动，让这个有机物一直跟氧气接触，那就会进行耗氧反应。可是这世界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你也不可能一直搅动，所以一定。有些地方没搅到，它 local 的氧气用完了，它就会变成厌氧。它又臭味就很臭。臭第二个是说，我们如果不做堆肥，后来有另外一个叫做用黑水，就是纯粹养那像苍蝇的东西，它的幼虫像蛆那样去吃这些生物质，然后把它转换成蛋白质。转换成蛋白质其实就是从自己本身的肉就是蛋白质，然后这个是算是目前已经知道生物体里面蛋白质累积最快的就是这个黑水虎，同样的植物体累积最快的叫做狼尾草，狼尾草就是羊草一样，就是变成它本身的纤维素，都是等于是我们要把那个废弃物变成可以再用的东西，透过这来用。就有人说我们以前一直要做堆肥，一直要做厌氧发酵发电，后来就想说拿来养虫。养虫也是现在主要都是在想要处理厨余的部分，因为厨余以前台塑收取是
养猪或者是做堆肥，非洲猪瘟之后都不准，就是你要加热什么，反正后来就都不要。到养虫到后来发现去化也有问题，一样也是像非洲猪瘟，就病毒的垂直感染都没有办法在这过程中被破坏掉。哦，那可能里面有不用，就是那个黄牛病的一种折叠蛋白，也在这个过程也没办法破坏掉，所以都有可能黑水虻吃了之后，那个不利用或者是病毒都一直存在，哦，所以就变成那种那个应该叫欧盟就说黑水虻其实是很好，因为它本身就应该叫腐蚀生物嘛，就是把那些尸体全部都吃掉，垃圾也单尸体都吃掉。可是你它吃掉后那个虫，你能不能拿去就是喂鸡喂猪？现在欧盟是喂猪都不行，四只脚的都不行。他说四只脚的那个生理的特性，病毒都很容易垂直感染。啊，黄牛病就会黄牛病，非洲猪瘟就会非洲猪瘟。啊，现在只能给两只脚的鸡可以吃，鱼可以吃，没有脚的鱼可以吃。啊，可是鸡吃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那个畜饲所去研究，就是你鸡蛋啊，别的东西不吃哦，豆末那都不吃，专门吃虫。吃出来之后，以后你的鸡肉有一股虫的味道，因为那虫的蛋白质就是有一股特殊味道，所以最后只能让它吃一定量以下，它还是要吃别的东西。我发现说，这种要解决好像很困难，没有一个万年丹，什么东西做就可以，变成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吃，不然你那废弃物不处理，就没处理，那都一直存在的。啊，处理可能有问题，我认为处理中间过程，因为我们都会顾此失彼，是有可能有问题。啊，那你要好好的解决，那你去。啊，我一直觉得是台湾第一家，这个真的，这个东西可以解决很多食品问题。现在说一天100万吨，一天一百吨，我吨不是万。1100吨，那1天100吨，你平常你没处理，那食品物理可能会乱到。过去他们解决那些酒糟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物理就是废水物理，很多时候就送去这边，现在很多物理煤厂嘛，就烧掉了。用烧的把它烧掉，那跟这个用石油的燃气发电哪一个比较环保？我不是这个比较环保，因为里面产生绿电，那个很贵，对整体台湾来讲，我们至少分化不掉绿电。那个是装那个就是你前端的处理，就服务人能力的人，要不要有那么多，用试电用了多少，然后才会是服务产生的绿电多少？目前听起来，其实这个38度，这个其实这个东塘这一套没有耗什么太多的，我也会有用到，就是水利的那个 pump 需要电，不过听起来它没有耗什么的，这么多。用那些也没能源资源去输送，啊，这个问题，循环，对啊，你要能充气是吧？对啊，它的商业利益也是要，对啊，你要，你要好，冰冷却，但是我们现在有做热交换，做热交换拿到
把热源拿到你的体内的去预热。是会认为说为好，那我时间没有布置好，所以已经超出20分钟。谢谢。那我就谢谢何先生，还有谢谢代会长。啊，对对对对。我找会长今天就是我了吧？你有你这班感谢状。这个是拍个照，你直接拍个照。哎，谢谢。轻轻轻的拍一个，拍个。好，好，谢谢，谢谢。大家再拍照一下。哎，谢谢的。我们要把它切掉。台湾至少啊，我们来关掉，不要集中在那边拍照。哎，很激动。对，谁呀？你好。OK， 有台湾好记者这边。然后来，你们来。来。OK， 这边。来，先来。这边稳定吗？